为什么会来参加第二季？第一季不是很屌了吗？因为我觉得好像可以更屌。你想要虐菜对不对？也没有啦，但就是不小心会虐到妹。大家好，我是 Lucy 派露西派。我今天这次来就是一定要证明自己啦，证明自己不只是一个综艺咖，证明自己还有 Slash 音乐人。Man， 你期待我大手，掉得像亚马逊大蟒。Yeah， 你看着我炸场，赶快跑，这里会台风。剩下我就像中了头，你真的赚到了，感谢你了，妈妈。但我在城市里吸收了太多恶意，学坏了，抱歉，妈妈。曾经也抬着帕斯跟路边乞讨的给狗没什么两样，但兄弟们都还在水深火热，我不出来谁来当榜样？东西收好，兄弟后退，不要靠近，都是酒味。OK， 我们跟你不是同类。孟母勾搭起来重睡。帅了，那个男人来了，那个男人来了。Feel when I was cabin of silence， 脑袋碰撞都是 violence。 Yeah， inner voice gone， How can I write songs？ 我们的灵魂被框架，怎么继续为世界来发光？ Yeah， 找了一万种方式来假装，反正大不赢就当作 for fun， 不需要 chain， 不需要 design， No heart， Got no heart。 我用了50个地面，出彩票去跳起了太极转，带汗从我心声音转我武器，曾与的欧莱生命，后面的 NG 情节，让我价值观倾斜。I got to go，